大家好，我是王小，今年29，我妈是来剪头发了，剪头看烫不烫头。我爸也来了，来溜溜的，再买点鱼啥的，买点菜。啊，没有栗子哈，还得买点栗子。啊，没有啊，还是没有啊，找和别地买去。现在十八点，我们能卖的吗？我爸来找点大的。大的。没有，还压着没有。这冷吧，这些的。全部批发价出售。这花给怀里揣着，不让他知道，回去再给我媳妇儿。都完事了。啊。就等你了，等自己了，也不会开呀，开走了。拿脚头了。会开网都开跑了，长啥样啊？就像这样式的，挺好。继续编。没机油了，烫了吗？咱这花搁这怀里揣着去啊。走。啊。冷啊。你分开了。给你。情人节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情人节，这么大花，你看我这花也挺好。这么感动呢？啊？这么感动呢？要啥奖励呀？啥奖励呀？啊？没啥奖励呀，送你这花需要奖励吗？找个什么插上？插在水里养的吗？嗯，等一会儿拿矿泉水。不会，这个好插，就搁水里就行。我这带着你来。你再不来。不给我妈买点啥？拿去。我看你拿过啥？对呀。干啥呀？给你啊。哪里呀？不是这么给我。这么给我妈不愿意。我这些花也挺好，我天天欣赏我这三瓶花也挺好。你这人花挺好。啊。你爸拿着摇两口给我。咋的？自己不吃啊？他说他给我，完他搁那，完了我说你给我拿呀，怎么办？他说你给咬的，不好咬。这玩意儿给你咬啊？嗯。啥玩意儿？小花呗。你这花啥意思吗？就是代表你是我的唯一，这个啊，都有寓意的。那个那给我拿单，我看了，是吗？两朵啥意思？三朵啥意思？越多越没意思，我看就一朵得了。你是怕花钱吗？不是怕花钱，有点那个意思，但是寓意好啊。我还是喜欢多的，一大把一大束多好。大束咱们吃的多好呀。